就给他看成是一个180分钟的比赛。对，主裁判高洪基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。PPTV 为您带来的2020年中超联赛第18轮，青岛华海青港呢去迎战武汉卓尔的上场比赛也是正式的开打，有再往前进行进一步的推进。嗯，苏州接下来球呢吹进来，想把球挑起来，哎，这边领过来了，看看有机会。朱建荣后点头球空门，这球啊没有能够顶上力量。拉多尼奇，应该说朱建荣这个传中落点给的还是挺舒服的。是，王凯在给直线，巴布迪斯唐也是拉到了左边路，脚下能力还是强。给到埃弗拉，看看中间这个位置，打了有机会打了，有了，漂亮！哇，上场比赛16分钟啊。武汉卓尔是取得了领先，26号刘云，这是在禁区外一点儿，一脚大力的左脚冲射，球直挂球门的右下角，再次改变电视。哎，这一两漏的很精髓，我们看看，好球，有机会，右脚，加德里尼推，这脚球没有能够打成力量，那后点有没有能够勾回来的可能？这球啊没有完全发力。他因为主力脚是左脚啊，这脚如果是放在他左脚位的话，这球十有八九是要进。反击的一个推进，亚历山德里尼。这边武汉有球员球状态下倒在了禁区前沿，葫芦顶这个位置是不是拉多尼奇？吹的宋志伟，宋志伟，宋志伟，肩膀上呢是有一个扛人的动作。嗯，这球确实好像这胳膊肘抬的有点高了啊。这一下呢定位球应该是可以判的，对，防守的犯规动作。看看啊，回看 VR 什么颜色的牌儿，有，讨厌了，叫回来以后，嗯，这应该是要直红了啊，讨厌了。这样的话的话就是吹罚的宋志伟的一个肘击，对吧，这种肘击的一个红牌动作。人墙呢肯定要起跳了，就还是让你走上边， 对， 对吧，看看上边。亚历山德里尼这一球，哎呦，漂亮，亚历山德里尼回球，哇，那一球当点球踢啊，哇，这个太厉害。哇，我们说这个比赛停留了那么长的时间，说实话对很多球员来讲的话，整体的这种自身的竞技状态是一个成非常下落的状态，而且现在比分呢依然是一球落后，但是现在作为青岛华海青港这边来说呢绝对是起势的。头球呢顶下来，好球，看看还是看埃弗拉吧。哦，这个是机会啊，就要看个人能力。现在你要打整体的话，哦，漂亮，埃弗拉再给巴布迪斯唐到禁区里，这是个机会，巴布迪斯唐推，哇哦，这个角度打得太正了。啊，这个球说实话，这个机会比之前亚历山德里尼那个机会还要好。苏俊辰身后啊，不错传的，嗯。看看传中的质量，还有机会，外围跟进的一脚大门，球还是被门将给扑下来了啊，波波维奇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啊，青岛这边要多想办法打这种进攻啊，两边起球，后面跟进啊，外围能够抢下二点球以后进行第二轮的进攻。波波维奇，看看邹正挑落下来，跟进的射门，球进了，2-1，72分钟，这个进球有没有犯规？哦，但是从目前朱建荣这个庆祝动作来看的话，好像进球暂时是算有效，对吧？对，那还要再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犯规动作啊。这球啊，镜头到了以后，这个手已经放开了。嗯，说实话，前面有费莱尼的那一下，我觉得这种球大概率啊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觉得。哦，还是算了，还是算了，进球有效。慢动作来看的话，确实，拉多尼奇手上这个动作就是一个高中锋，我通过身体这种顶撞去把这个争取球权抢下来。对，再给到中间王浩，再倒一边，对，这个是对的。王伟，王伟把球立到禁区里落下来，拉多尼奇跟进那脚打门的是打偏了，好球啊！还是没有能够拿到，先把球捅出去，这上场的是非常的积极啊。
这一下，这个动作稍微有点鲁莽的。我们看看王浩，王浩这边是有一张黄牌的，有点鲁莽的。这一下其实早就应该收得住的，双方是回到同一起跑线，就是比分方面以及人数方面，对，对吧？这个比赛打得精彩，微妙了。或者说，其实我觉得对于武汉卓尔来讲，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，对吧？头球摆一下，看看这边凌空打门，还有这个跟进的射门，这第二脚倒是挺威胁的。今天，艾山德里尼在这个区域两次右脚的机会啊，确实他这个右脚左脚还是折。再分边，分这下分的不错。看看停的也可以给进来，机会啊，这个绝对好机会。哈哈，这个球啊，同样也是一个射门难度并不是很大的这种打门上的这个存阵，然后是换一下这个胡静涵。中场回来呢，韩鹏飞跟这个张成林上来啊，然后再又换了一个李超。我们看看这个球啊，这边是给了一张红牌，这个看一下。我们看啊，这个故意的阻挡了今天裁判员对这种动作，对吧，判罚的非常严格。整个阵型看看能不能拉开一些，来看看武科维奇大脚开上来难。那这样的话120分钟的时间也是已经结束，两回合3-3的一个比分，这场比赛将进入到一个点球大战。按照现在新的规则是违规的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武汉卓尔的第一个点球主罚，大到力度外侧传出去了。来看看亚历山德里尼面对董春雨，应该还是大的发力。来看看亚历山德里尼助跑打门，球进了。这样的话，保级成功，黄海清王保级成功，点球大战5-4，总比分是8-7。